真系好事啦！点咩好事？哼！人哋个好事成双，双就双啦，双咗仲有咩？啊？接二连三，我哋行三个白事嘛？啊？诶，系咪？啊？仲有呢？好事成双，接二连三 ，OK？ 无三不成礼，我好中意听无三不成礼。点解啊？不过你哋识听，你唔识解释。我同你解释，我唔系读唐诗人，不过我同你解释，无三不成礼嘅意思系咩？系一个人做个好嘅样俾你睇啊！你讲，呢个人好有礼貌，你错。点解？你一出门咧，系就恶咗啦，系恶，系嘅恶，你冇俾你睇，你唔知道。第二次去嚟呢，佢又好成礼。哇！你又会呢个好礼貌，真真好礼貌。你未见衫啊？好唔好？大三一，你啱去到，你睇佢嘅恶啊，恶到冇人有啊。所以呢，你讲咩？无三不成礼，点解？第三次去呢，你睇到嘅恶，你正知道呢个冇礼貌嘅人啊，系话真系有礼貌。头一次你去，第二次去，第三次去都是有礼貌的，这个人呢是有礼貌的啦。啊，所以说什么？无三不成礼啊，不成礼而已。有三次你看到这样呢，真是有礼貌的，这个人。是有一次给你看，你说这个人有礼貌，你不用说啊，人的有快变的，今天是有礼貌，天日没礼貌。后日有礼貌，但后日冇礼貌，系一个有礼貌嘅，点样都系有礼貌。你冇礼貌，根本都系冇礼貌。尊教呢就系冇礼貌。我讲有错冇？点解尊教冇礼貌？为咗佢哋极端，佢哋极端，尊教系极端，好极端。所以呢，佢哋系冇礼貌嘅。佢教嗰啲儒女到对父母都冇礼貌啊！同你讲，点解？好多进教细细教嘅带嗰啲儒女出教堂咧，同佢哋讲劝教咧，叫咩啊？你翻嚟唔好同你阿爸阿妈讲啊，个个同一个冇礼貌。翻嚟唔好同你教嗰啲细路哥呃佢嘅父母，嗰啲就进教。我哋拜天公，我哋同佢讲拜天公，我哋唔好叫翻嚟呃嘅父母，清奇清奇，唔好学嗰啲进教啲衰样啊！听到冇？清奇清奇，唔好学进教嗰啲衰样。系咪你需要到一个进教嘅有个同佢讲啊？佢有同佢讲拜天公，佢翻嚟讲俾你讲，唔得讲。你唔好呃你阿爸，唔好同你阿爸讲你嚟拜天公呢度啊！冇清奇冇，进教就会咁样做。啊，我有咁嘅经验啊！点解？以前我女呃我，佢大个咗去社关去呃我。去呃我，唔啱，我哋唔爱教我哋嘅儿女呃父母，教人哋嘅儿女呃父母，我哋唔爱。OK， 明白冇？你系拜天公喎，嗰啲俗教系咁样嘅，我哋系拜天公，我哋唔得咁样做，明白冇？我哋唔好跟嗰啲衰样，有样你用好嘅样。OK， 教我哋嘅儿女讲事实，讲老实。讲真实 ，OK， 讲事实，讲老实，讲真实，唔爱就唔好讲，得唔得？唔爱讲得唔得？得，唔好讲，唔爱就唔好讲，爱讲讲事实，唔好呃大话 ，OK， 得冇？得 ，OK， 咁样至好啦，拜天公。